家好，我是梁。看看这一棵古典的沙漠玫瑰又开花了，这是很早以前的品种。有没有看到它又长了一个种子荚？那因为它这个花很普通，所以这个种子荚我打算让它随风而飘。沙漠玫瑰，看肉肉啦！先给你们看看我的杜里特耶，现在长得超好的，它这一圈仔也持续在长大中。因为我不想让它长太快，所以我没有给它施肥。然后这个小小苗也长得越来越大咯。这是我的杜里特叶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一颗，哈哈，看到是小小的粉红，多么美呀、啊！这又是我买的含肉之一，好漂亮，是粉红色的哦，这状态好美哦。它就是杜里魔爪，对，杜里魔爪，小小一撮还挺贵的。可是你看这上面总共有三个头哦，三加一，然后下面好像还有一个小小头准备冒出来，所以应该是快要变成五头了。这个杜里魔爪呢，因为它也有杜里万莲的基因，所以我在想我杜里系列都养得还行，所以虽然它有点小贵，你看这么小小一撮，我还是把它买回来了。我想要把它养成一大群漂亮的杜里魔爪，好看吧？我觉得它好美哦。你们有喜欢这个品种吗？你们有养吗？这是我新买的杜里魔爪，好漂亮啊！来帮它换个盆吧。把这个杜里魔爪从这个挖出来，我本来想说，哇，原来它这个已经种了一段时间了，我来拍一拍，完全方块耶。哇，它根系超好的，哇你看它的根系超好的，而且下面你看看都开始在爆侧芽了，哇太夸张了。哇，它这个因为根长成这样也太茂盛了吧，你看看下面这个都长这个小侧芽，看有没有很夸张，夸张
可是这些根我都打算把它直接弄掉，这些你看这么长的根，这个都直接不要，全部都把这些根弄掉，够夸张吧，修成这样短短的小小的，然后直接种在我帮他准备的盆里。好了，这样就种好了，加上铺面石。这是这个铺面石，我们用的这个是白色的火山岩。好了，这样就移植好了。它的根系非常的茂密，我们一样3天后再浇水，希望它可以覆盆长得好啊。这就是我的杜里魔爪，好看哦。今天我们这个杜里魔爪就分享到这里咯，希望赶快变粉红色，变得更亮一点。欢迎评论、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